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讲的显观庄严论了，显观庄严论当中的第五品的最后一段，也就是讲这个无间定价性啊，无间定价性当中的应该是第三个，就是签证，就是也就是说辩论啊，你们找到了吧？多少页？什么？255，252，222，啊？九百二百二十五，嗯，什么？九百二百五十五是吧？新版本二百二十五，嗯哼，好，我的这个版本是196。下面我们讲这个，显观庄严论啊，显观庄严论当中现在讲的定价性当中啊，就是定价性，当中的，我们就今天在这里，因为前面就讲的一些，夙愿啊、心相啊，就在无间定价性的时候抉择空性，然后这个关于这个空性的，一些道理呢，就接下来出现一些辩论啊，我那天听到我们这个显观庄严论的考试啊，有些人，确实显观庄严论的中义啊，显观庄严论的一些发现啊，还有呢，就是各个不同的一些讲义，就掌握的比较不错，因为我们不管是无波大论当中的哪一门课呢，你如果要专门研究，去学习的话呢，全面的，最好是他的松册，还有他各大不同的一些讲义，还有他的修行次第等等，就都应该去翻阅，都应该去看，就不断要背诵他的松册，还要通过各方面来去了解。这是任何一个论点，就不管是哪一个论点，都需要就是这样付出一定的时间，就是付一定的这种精力，这样之后呢，就是才能得到真正的一些利益。就我那天听了无部大论的个别的一些这个讲考和备考吧，就是都很不错，希望呢。我们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很愿意学习，然后到最后呢，就是慢慢就已经这个像这个糊涂社会啊，就这样不说很好。但如今看呢，我们去显观庄严论的开始的这一批人呢，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听，就包括我们这个引头网上面的，这个现场的，还有这个网上的这些人呢，都在努力的这个听着啊。那么光看我的这个讲课呢，可能是不足的啊。就前辈的这些大德们闻思修行的状况也是这样的，就是先没有这个三知识的引导，恐怕也不行，完全是依靠自己来摸索，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最重要的靠自己。对这部论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包括就是他的这个科判啊，就是他的中医啊，以及就各方面的这个了解，就是非常有必要。
那么我们今天呢，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前面是可能定价心，应该是无间定价心当中的吧，就是它可能分三个科判，就是其中呢就是讲的是第三个了，就是第三个，略说别人之本体和还有光说分类以及这个摄意，就是有三个方面讲的。然后首先是这个略说这个别人之本体呢，在宋词当中这么讲的，宋词当中说是爱所则常然，是吧？那，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这个无间定价性的这个所愿啊，就是是一无所得，就是是这个空性的。然后那个无间定价性的它的这个心想呢，就是实际上是，也就是所生观最这个最极圆满的一种智慧，就是它也是一种寂灭的这个状态。那么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执着啊，就是就远离这个一些相状啊，还要这个远离一些执着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从它的所愿方面讲，心想上面讲，都是使这个空性的啊。就说到底的话呢，我们前面讲这个无间定价心是一种这个空性的这个状态。那么讲空性的状态呢，不管是学这个如中论也好，还有这个学中观根本混论也好，我们学其他论点的时候呢，对这个有始宗，也就是说是现在这个世间的所谓的这个唯物论啊，所有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素论派和僧论派和顺势歪道，像这些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很难以这个接受，因为这个空性法门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深深，然后很难以这个测度它的这个深深奥义，就是那这样之后呢，就是他们也不懂得这个什么生意地当中呢，就是这些都是空性的，而实数地当中呢，就是现象啊，就是这些无妙的存在，就这两个道理，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互相这个圆融无为的道理呢，就是他们确实是不懂，他们因为不懂的原因呢，就是这里。爱说者的话呢，经常就是挑剔别人的，就是一般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观现世良者吧，就是观现世良的智慧，只看这个现在的这个现象的这些人啊，不知道这个来世，不知道这个更深的一些道理的，就这叫做是，这个爱说者的有始论。啊，就是有始论，或者呢，就是说是这些人呢，就是具有这个观现世良的智慧，就观现世良的智慧。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呢，就是不具足，就是那这些人呢，就经常就是会给我们就长期的，就尽量不断的，经常呢，就是会给我们就是辩论啊，就这是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没有学过很好的这个中观，没有学过无上大圆满的，像这些人就是对二谛的这种这个无为的关系不懂啊。就这些人的话呢，的确也是经常就是说是啊，如果是这些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怎么会是因果这个不虚是合理的？如果是因果不虚是合理的话呢，那万法怎么空呢？就是因果不是不空吗？等等，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生意当中是一切万法都是使这个空性，不但是一个单空，而且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境界。而实数地当中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所作所为，或者说是这个未来过去现在的一切事件呢，就是一切的这些事物呢，都是使这个存在的，就这个道理他们都不懂。正因为不懂这样的道理呢，就是他们经常给我们就是开始这个辩论了。就这是显示当中也是有无垢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里面就是讲这个歪道的观点呢，就是讲了这个360种观点，360种这个邪说观点。那邪说观点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就是说是这样的360种的这个宗派啊，不但是曾这个过去出现过，就是现在也会出现的，将来也会出现的啊。就我们实践当中有千千万万的这种邪见之和，就是不动这个生意师书地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学者也好，就是这些人呢，过去也出现过无数次，那么将来也会无数次，就是所以呢，他们就我们经常也说是爱说这刹那呢，爱说这是正常现象，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啊，就别人就是对中观的诽谤啊，别人对因果的诽谤啊，这些我们不要就是觉得是好稀有啊，就是怎么会是说这个因果不合理啊，就其实他们不懂，就是不懂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无法这个接受这样的这个深深道理，就是也没有立正的智慧。这种人呢，就是经常给我们这个放难，就经常给我们就是辩论，就是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看，那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在这个造诣，就是在相关专论当中，就是已经受记，就是这些人呢，经常会发难。
这是在这里一个略述啊，就略述。那么下面呢，就是光速这个它的分类。光速分类的时候呢，就是它这里有个中的辩论哈，还有这个一些分别的辩论，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中间性的色义的辩论，就是用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阐述啊。阐述的时候呢，那么别人具体怎么这个给我们辩论呢？就是下面就是会讲，就是那些爱说者。 那些这个西化就是说别人的挑剔别人的，就是这样的那些这个有失踪的人呢，就是他们会说哪些方面呢？当然是他们说的是特别多的，就是我们讲那个《般若经》也好，《金刚经》也好，就是经常呢有时候把他们的这个观点作为这个对方来就是进行剖析，就是那在这里呢，就是可能有大概有可能16种不同的观点来就是给我们就是这个辩论。那么辩论就是首先是总的辩论呢，与 疏远正成即，命疏远醒，一切相知之啊，就是这个。 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杆子的时候，张文老师，每天早上我们下面特别冷，然后他，拿一杯那个，就一杯茶，然后他就，我们很想喝，因为特别冷。 下面就是讲到，中辩论啊，就是中辩论呢，与所缘真诚即，命所缘性，一切之之相啊，就是从字面上看呢，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辩论词啊，但实际上是它通过两个方面，从中的给我们辩论的话呢，那么它通过对方呢，就是用两个方面来就是进行这个辩论。那么第一个辩论呢，就是说。 与所缘真诚即命所缘性啊，就是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方因为对方有始终呢，就是对我们前面就是讲的这个定价性的这个所缘空性呢，不理解，就是他觉得这个所缘，所缘是如果是真正这个称为是无始法。 啊，就是真称为是，因为我们前面说是所缘是不成立，就是是好的这种是有的法，就是有种这个空性的。如果我们这个所缘是成为是这种空性法，而且呢，就是能缘它的这个智慧啊。 就是来这个明确的决定，就是这个所缘呢，就是是也是一种这个无始的，就是不是啊，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智，如果是它的所缘是这个寂静空性的话呢，那么能缘它的呢，就是应该是有心想的。如果没有心想的话呢，那。 这个对方是这个对境是空性的，然后空性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怨他？就是根本不可能。使你的儿子本来不存在的话呢，我们人和一个心识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圆取他。就是所以呢，就这是不合理的。就是他认为呢，这很多人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既然这个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话，那就是那么用谁的智慧来就是就通达他？通达也是一个通，如果通达了也是一个当空的。就是那这个通达了。 有什么用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就是从这方面来就是进行辩论，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可能我们有些人也这样讲，万法即是空性的话呢，那么我用什么样的这个明确的智慧来就是确定就是这种所缘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就是这是有一种这个辩论啊，就是有一种辩论。然后第二种辩论呢，就是一切相知者，就是一切相知者，如果我们这个所缘的对境呢，就是全是空性一无所得，然后楞严的这种智慧呢，就是这个心相呢。
呢，就是也是寂静的，了不可得。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楞严所缘度没有的话，那如此一来，一切这个击到过的这个一切相啊，就是一切智和智慧的话呢，也是没有的。就是楞严所缘度没有的话呢，那佛的智慧到底是什么？菩萨的这种智慧是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声闻缘觉的智慧是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就是乃至这个一切智相啊，就是一切智相，就是佛陀的这种智慧呢，就是到底就是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是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辩论了。因为他的这个每一个辩论呢，就是只是把这个对方的辩论就是给我们提出来了，然后我们呢，就是最后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一次性的就是跟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就是就否认了他们，就说是你们不会分析圣义谛和世俗谛，就再也没有说多的了。因为有些人说的太多了也没有用，就让他自己思考，就是自己去思维，就是没有必要跟他就一直说啊，就没有必要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终结期了，你们就不会就是分析圣义谛和世俗谛，然后他们又是总呢，就是啊，就是考虑，哦，是这样啊，哦，那我会去想一想，就是我会去想一想。他们是这样的，那这是这个我们前面的什么就是众的这个辩论啊，就是众的辩论，就是然后下面呢就是分别辩论呢，就是他这里有两个方面来辩论，就是一个是对这个对境的击到过方面的这个所缘方面的辩论，还有呢就是这个有境的这个三智啊，就是机智和道智辩智，就是三智方面的辩论，就是用两个方面来就是进行辩论。首先是第一个呢，就是击到过啊，就是击到过方面的这个辩论。那这个是这个是什么那个宋词当中这样说的，神医世属地加心欲三宝啊，就是层面上也看不出来它是一个辩论词啊，但实际上是就认为是啊，就如果是丁家性的所缘都是空性的话呢，神义谛不合你，世俗谛不合你，家性不合你，三宝不合你，就是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辩论。那首先是为什么是神义谛不合你呢？就是因为我们上面就是说是这个所缘呢，所缘都是就是不存在的，就是空性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所谓的这个神义谛的这个根本呢，就是也不存在的，就是神义谛是无法建立的，因为它这个所缘都没有的话呢，那神义谛也是一定要就是建立在有一种这个所缘，或者说是建立在一种事物的上面啊。如果事物都没有的话呢，所谓的圣义谛也是跟这个圣女的儿子徒脚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呢，就是他们认为呢，啊，这个所谓的圣义谛呢，就是应该是有一种事有的东西，或者是存在的一种事物啊，尘世的东西啊，否则呢就是不合理。就是他们认为，第一个呢，啊，就是如果真的这个定价性的所缘是这个无缘的话，那这个圣义谛不合理，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意，然后世俗地就是世俗地也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这个生意地如果是在实践当中是不存在的话，那生意地都是万法的事项。那万法的事项的话呢，依靠它而安你的名言地呢，也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啊。就这样的话啊，其实他们这个现在的很多人也可能会这样辩论啊，就是因为一切万法空性的话呢，那所谓的二谛也是不存的。我们原来讲二谛的时候，什么二谛的这个本体啊，二谛的分际啊，二谛的这种作用啊，二谛的分裂啊，就是二谛是依靠什么来分的？各道教派都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嘛。啊，这样的话，他认为神义谛既然不存在的话呢，那这个世俗谛也不存在的，因为神义谛和世俗谛呢，就实际上是这个在一个本。体的这个实相方面来讲的，那实相不存在的话，那现象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人的身体都不存在的话，那他的面容和这个形状都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是第二个，就是世俗谛。然后如果是这个实相当中这个所谓的神义谛也是不存在，世俗谛也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定价性里面的这个价性也好，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173相的这个价性呢，就是不心和这个不住的方式的这种这个假性呢，就是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六度所设的假性也是不合理的。神义谛当中神义谛也不存在，世俗谛也不存在。那世俗谛当中不是也是有那个六度完性呢？那六度完性的这种修行假性呢，真等假性呢，定假性呢，就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就是这是第三个啊，就辩论。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加薪，就是如果这个修行的这个加薪不合理啊，就是什么这个增能加薪不合理，就是定加薪不合理，就是依靠他而这个参生的。什么就是端正功德圆满的这个佛果啊，就是其实这个最了义的这个佛的话呢，就是其实实际上是使这个说证圆满的果，就是说证圆满的果就是发生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说证圆满的这个发生呢，就是真正的了义的佛，就像报信论里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四祖地不存在的六道完心不存在呢，那实际上什么？就是所谓的佛报不存在啊，就是真理之佛报呢，就是是这个说证圆满啊，就是说证圆满。然后，如果是说证圆满不存在的话，那就是依靠这个说证而获得了这个断除了这个说断，就是障碍，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这个说证不存在，佛报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能断的这个本性身啊，就是法报也不存在的啊，法报也不存在。如果断这两者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究竟的这个资粮呢，就是其实依靠这个圣报，就是像是这个文殊菩萨和这个什么啊，就是。是这个普贤菩萨一样的，就是那种这个端正圆满的这种功德的这个聚合，那就是就叫做是这个圣报，就是圣报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这种其实它是一种这个连续性的，就是依靠这个僧一地和四祖地加薪和还有三报，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下来，就是这是当然这个现在的可能有很多优势中呢，也不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辩论了啊，就是他们有可能另一种方式。来辩论，但实际上是《仙光庄论》里面的这个对方啊，就是这个真理的对方呢，就是他们对僧一四素的这个不了解，还有呢就是这个对三宝就是不了解，就是认为呢如果是空性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三宝不合理，二谛不合理。啊，就是六度不合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这个学习般若啊，学习仙观的话呢，最好是还是有一些理论上的这个基础和学习啊，就是这种这个学习呢，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来自生生世世的事情。每个人应该遇到这种修行的这个法报也好，还有呢就是遇到这个一些这个学习这个佛法的这种机会的话呢，我们不能就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仪式的一种这个结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文化的这个需求和对文化的追求是什么样呢？其实是一次性的，或者说是短暂性的一种这个结缘，就是那这样的态度，就是对我们的真正的这个解脱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了解佛法呢，就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是对般若法门的闻思也好，还有这个其他这个仙宗密宗的任何一个法呢，你的这个心态应该是要接受的时候呢，我现在就是已经成了一个三宝弟子。那成了三宝弟子的话呢，我应该就是毕生的这个精力呢，应该用在这里。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呢，你不可能不吃不喝的，不可能不工作，不做这个家务是不可能的。这些是一定要就该做一些事情，是我相信应该做。但是呢，我们这个空余的时间，或者我们要花一定的时间呢，就应该去终身学习，终身这个修行，就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我们不会把它就是看作一个非常短暂的修行当中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心灰意冷，然后呢就是马上自暴自弃，就全然放弃，就是这只是非常不明智的一种态度。啊，就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学仙观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或者是，刚听到这个般若的人的话，那就是不一定特别懂啊，就是这个是，也是正常现象。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个无理的课，就是然后前面的基础都没有这个听，就是然后中间就是听这个一个。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中间就是似懂非懂的，就是一会儿呢好像是懂一样的，一会儿呢好像不懂一样的，就是在云间的太阳，就是，但这个也是对自己的相续阿赖耶上面就种下一种善根的这种什么这个种子啊，就是这都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有意义的。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现在很多人。对学佛的态度是什么呢？就学佛的态度都是一种，就像我们就是看电影、看电视，
或者是看这个，一部这个什么这个小说啊，就是以这种态度的话呢，恐怕是自己的修行是不会这个有进步的啊，有进步的。所以我们以前学过的有些啊，我也在这里就是大家这个以前我们就是看过的一些光盘，看过的有些书，或者说是听过的一些法的话呢，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你再次的去听。啊，就再次的去学啊！那天我遇到一个学者，就是我当时觉得他说的话是特别好的。他是一个高等学校的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一个教授，但是他认为呢，就是哪怕是佛教当中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像千心那样的法的话呢，要这个长期的这种这个传习啊，就不能一次两次就可以了，应该就是很多次的这种这个传习以后呢，才能对自己的相续是有改变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个这个蜻蜓点水般的，就是稍微这个接触一下，然后呢就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态呢，确实有困难的。我们的这个心呢，无始以来的，在现在的这样的恶劣环境当中呢，不断的就是对这个熏染呐，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染缸当中啊，确实很多人的这种这个心理啊，就不好的这些习气呢，就是不断的反反复复的，让你呢就是一直在这种这个染污着的。就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佛法的一些智慧呢，虽然它有强大的这种力量，但是呢，这种力量呢，就是如果我们时间太短了呢，就是很难以就是维持下去。就所以说呢，我们佛教徒的这种这个长期的问思，像以前的藏地的一些高僧大德来讲呢，都是这个就是能做到的。而如今呢，就是藏地也是被这个很多文化的，就是就可以说是一种，在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的冲击下呢，就是很难，维护就是自己的这种传统啊、信仰啊，还有这个宗教啊，就是所以我们也在想，就是现在是有没有一种办法是强制性的维护传统文化啊？否则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就是就逐渐就是就，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什么网络啊、书籍啊，就是这些碎片文化的话呢，就是就不断的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很多人啊，就我的，前两天我有一次，我这个感觉很那个，我看到很多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就下完课之后，就是马上那个就是打开手机，就是然后边走路，就是边这个看看手机啊，就是然后边看手机，就是然后当时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啊，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每一堂课这个下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每个人都拉着念珠，就是然后马上念咒语啊，马上就是思维，就是刚才这个课堂上所讲的这些内容呢。我们会思维着。现在我们这样的这个清净的佛学院的话，那就是有很多出家人呢，也是就开始就是看这些这个，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就控制所有的这个手机啊、网络啊，就是信息啊。现在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铺天盖地，就是整个这个这个全世界都是已经就是这样覆盖的话，那我们也不可能挡住。但在这种时候呢，很难就是维持自己的这种心态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我们知道是在这个网上和这些呢，可能也会找到有用的一些信息，但是大多数都是只不过是吸引眼球和吸引我们的分别心而已。实际上是真正对自己的解脱和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些这个文思修行佛法的真理啊、深深意义啊，就很难有一些促进作用。就是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在想那个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强制性的维护，但是也很难，就是这个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包括语言也好，文字也好，还有我们的一些宗教的这种，这个就是这种真我和境界的话呢，就是很多都是在消失当中，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就是不管是你住于城市当中，还是寂静山当中，要思维我们的生活状态呢，就是会不会就受到了很多冲击，包括自己的人生的这种寻找真理的这个智慧呢，也会就是受到就是不同程度的，就是一些这个就外来的这种袭击啊，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会考虑，那就是这是我们刚才就是可能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对。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就空性法门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辩论啊，就只是是这个分别的，就是有八种辩论吧，就是有六种辩论吧。
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三智呢，就是也是有几种辩论啊，就是说是巧辩，佛现观颠倒即道行，然之所之品啊，就是这讲，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刚才前面是以这个很多方面来就是进行这个剖析啊，就是即道过方面来就是这样剖析。那这样之后呢，就是其实如果是真实这个空性呢，那这样的话呢，从这个佛陀的一些过法方面，就是或者说是道法方面，就是因法方面，也就是说是过这个边支和道这个道支，即呢就是即支，就是从三智方面来讲，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性呢就是不合理的。首先是他是从这个过法方面来就是进行辩论，就是说是巧辩佛现观呢。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定价性的这些所缘，就是全是空性的话呢，它因为是这个空性的原因啊，因为空性的原因，就是巧辩，就是巧辩是三巧方便的这个佛陀的这个视野啊，就是从过法方面来讲，本来是我们的这个编织呢，就是它所这个体现的一种佛陀的这种视野啊，就是下面会讲的，就是第八品当中会讲的。那这些这个27种视野当，就是三家方便的佛陀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些视野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空性当中有什么这个三家方便？空性当中有什么可度化众生的？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不合理，就是所以是巧辩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如果是一切都是这个所缘都是无缘的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能惹，就是这佛陀呢，就是说这个真我的这些现观呢、编制啊，这些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话，那我佛陀真我什么？就真我一个弹空吗？什么？就是佛陀真我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所以他从过法方面呢，给我们就是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这个辩论啊，就是这个是两个方面的辩论，就是他这里巧辩就是佛现观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是道法方面，就是道法方面的话呢，就是他也会提出两个辩论。什么？一个是颠倒，就是一个是道性的。他说，如果是一切这个所缘都是真实这个空性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道法呢，就是这个印的这个道法呢，也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他这里这个道法呢，其实是有这个就是缩端和缩正，就是两个方面。就是那么这个缩端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颠倒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说是这个常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常乐我净呢，就是常乐我净是颠倒的吧？那这个如果是空性的话呢，就是常乐我净的这个道的这种唯品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这个颠倒不合理的。如果是这是这个缩断方面就是不合理的啊，就是这个缩断方面不合理的。然后缩正方面的话呢，就是也是如果是这个所缘都是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这个对治法而证悟的，也就是说道性，就是道的本性呢，实际上是就无常无我当，就是这些这个道的本性。那道的本性也是不常理的，就是一切法是所缘无常，是怎么会是常理呢？就是所以说他这里这个颠倒和道性这两者呢，就是从这个道法的角度来讲，就是称为是不合理。然后我们从就是第三个是机法方面来就是分析。机法方面呢，就是说是能之所之不合理。如果我们这个所缘就是一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话呢，就是能治的，就是也就是说对治的这个对真我，就是涅槃的一切的这个机法方面的一切这个真我啊，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有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能证悟他的这种智慧呢也不合理的啊，就是对治，就是对治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对这个机法所设的，就是世间上的一切的这个万法呢，就是有这个证我的一种智慧，但是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既然一切所无所缘，有什么这个证我的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所智，就是也就是所智的话呢，就是所断方面讲的。所断方面是什么样呢？那么当我们对这个机法，就是人识道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微品的这个所断呢，就是予以牵住的。但如果万法都是无缘的空性的话呢，那对这个记的执着的这种断除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对方呢，就是关于道、关于记、关于过啊，就是记道过，就是三个方面，就是意思记道过三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编制和记制、道制，就是在三制方面的这个辩论呢，也认为是不合理的啊。其实这些都我们在座的人可能
大家都会可能有这种情况吧？啊，如果真的一切空性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声闻的这个真无一切即法的这个智慧，那也不合理的；菩萨的就是真无一切大法的这种智慧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就是佛陀的这个真无一切过法的这个智慧呢，也不合理的。我们可能有些也会想啊，就如果是一切万法空性的话呢，那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智慧也不合理的，缩短也缩至也不合理的，就什么都不合理。可能就经常觉得是啊，就是万法千万不能空性，一空性的话太可怕了。很多人会这样想的啊，就是什么业因果也不合理，连房子都没有了，就是差别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就是那就谁解脱，谁堕入轮回啊？就很多人就讲这些，这些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下面就是弥勒菩萨就是一句话，就搞定了。舍以啊，就是下面就是舍以性的终结性的辩论了，就是心相并修习啊，就心相并修习。意思呢，就是我们上面就是已经通过这个三智的这个方法来就是进行剖析啊，就是最后呢，就是三智就是不存在。如果上面就是一切万法不存在，三智不存在，六道不存在，什么就是六度不存在，那这样的话呢，那么三智这个结合起来的就是这种法相。啊，就是他这里这个性相是指的是这个法相啊，我们就是见之于人的法相。那么同样的这个边智的法相、道智的法相，还有寂智的法相，以这个三智为主的话，那就是一切的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法相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啊。三智的不合理的话，那以此而推出来的这个三智的法相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就是因为所愿都没有的话，那有什么法相啊？就没有什么可法相，没有什么案例的，就是这是就是第十五个了。然后第十六个呢，就是他这里修性啊，就是修性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法相就是不存在的话呢，那法相不存在呢，就是愿他的这个相观也不存在。如果愿他的相观也不存在的话呢，我们不是在讲那个真等假性也好，定假性也好，后面的次第假性当中经常讲一些修性。啊，就是修行。但如果这个法相的不存在的话，修什么法？就是修什么相观转论啊？就没有什么修的了。既然是空性的话呢，那就有什么可修的呢？就是修不修都是一样的，本来都是空性的。所以呢，他们认为是这个修性加性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啊。就一本，我们不是说是这个173相，就是要次第性的修行嘛？要次第性的修行什么？最后真正就是得到这个文果的境界，就是要有什么文果的？空性有什么文果的？最后呢，就是得到一刹那间当中所有的173相要一刹那间当中圆满，就是有什么啊？就是空性的话呢，哪有173？哪有一刹那和多刹那？就是他们很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来，就是把因为是空性的缘由，就是所有都是说认为是不合理的，就是他这样来就进行这个辩论。那这是我们就是对方呢，就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辩论啊，就是辩论中共有16种这个辩论。那么下面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弥勒菩萨呢，就是就他就一句话，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前面的这些这个辩论16个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用一句话来跟他回答了，就是不多说了。我们以后辩论的时候也是对方就是说半天，就是然后最后就是其实一个人呢，就是最关键，我们时间当中也是说话。当中就是最好是比较这个归纳性的、精要的，抓住重点很重要的。包括我们有些管理人员的话呢，有些人说了这个一两个小时，就是然后呢抓不到重点呢，就是特别啰嗦，就是这样是确实是对管理上呢，就是还是造成很大的这种麻烦，就是也耽误很多的这个时间呢，就没有必要，就应该是抓住一些重点。你要这个要说这个对方的观点的话呢，就是要什么样的最关键的这个问题要这个定出说出来。而且我们我也经常跟这个教务课的法师啊，就是经常讲，就是他们有些是可能比较年轻吧，就是本来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就是把它一直扩大，讲，把这个知分上就是一直花很多的时间，根本上呢花不了时间，就是这样的。可能在以前的这个社会经验啊，就很多可能人生的阅历就是没有的原因，就是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这个说话，就是应该是这个说重点，就是而且这个重点上呢，如果花一点时间也是值得的。而在一个分子上，一个小问题，比如说我今天要观啊，我现在是不是趁到观念上相关装？
这个还是要说啊，就是这个你们就是学佛的这个同时修行的同时呢，就是做人也要学，就是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教育当中的话呢，做人的知识很少，就是所以呢，就是出来以后就是本来是就是就从实践的文凭和水平上面很多人都很不错的，但是做人方面啊，有些这个说话方面的话呢，还需要就是可能继续要修这个正等价性和这个次第价性，就是所以说怎么讲啊？就是我们要学会一些这个重点啊，就学会一些这个说话啊。就有些人可能想啊，不用学会，我现在已经这个20、30岁了，40、50岁了，就是我从小到是现在已经学的，我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比你精通，就是比我口才呢比你好，就是可能有些会这么想，但也许可能表面上就是口才好，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承办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种这个三窍方便，就是说话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三窍方便。以此而类推的话呢，可能修行呢，就是也需要抓住重点呢，抓住重点。我们学般若也好，学大圆满也好，学假性也好，就重点的这些自相续当中，就是强制性的引发一些处理性、菩提心的这些法呢，我们还是这个重点的这个修啊，就是重点的去学。短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就是我们不一定要碰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这个，都是要这个修啊，就是有些这个。中间性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应该自相续的改变呢，就是更快，就是更有效。那么他这里下面呢，就是就回答，就是回答的时候怎么说的呢？说着谢分别以一切相者，所谓是六种啊，就是所谓是六种啊，就是。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所知分别呢，就是是这个有识众啊，有识众呢，就是实际上是，他是这个，就是有识众的这些这个谢分别者呢，就是他们有，把这个二谛是分开，就是执着的。啊，就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不懂生意的和不懂世俗的啊，就不懂生死的。有一些人呢，就是通过一些神隐的这种推理，然后呢，就是开始这个辩论，就是世俗呢，就是不合理的，因为生意当中是空性的，就是认为呢，啊，就是世俗当中也是不存在，就是通过这个生意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万法也是不成立的。然后以此而推理呢，就是认为是世俗当中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叫做呢？就是叫这个生意里面论。啊，就是生意里面的辩论，生意里面的辩论呢，就是因为是生意当中不存在，世俗当中也一概否认的话呢，就是这种这个辩论方法呢，也是一种这个错误的啊，就是一种错误的。我们不是经常讲啊，就是无眼耳鼻舌身，就是啊，就是心经里面讲的没有眼耳鼻舌身呢，就是你们还有什么眼睛，还有什么的话呢？那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生意当中，生意的这种推理来讲是确实也是无眼耳鼻舌身，甚至这个无老死无这个灭尽啊。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无垢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没有了。但是在世俗当中呢，谁说是没有鼻子、没有眼睛？就是谁说是全是瞎子、全是盲人、全是这个聋子啊？没有这么说啊。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也不会这样的吧？就是明明就是我们对现实当中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存在的这些六根全是否认啊，哪有这样的？世间的一个比较有明智的人也，他也不会破这些的。就是所以说，这是这个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依靠这个生意的不存在的理由来，就是推翻。这个世俗谛当中也是不存在，就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世俗谛当中存在啊，就是世俗谛当中是确实也是存在。以这个理由来，就是生意谛当中也是不空，就是这个叫做是什么呢？就是以生意世俗里面的这种辩论啊，就世俗里面的辩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种辩论呢，就是有些是属于这个生意里面的这个辩论，有些是世俗里面的辩论啊。就刚才世俗里面的辩论呢，就大家都知道啊，就这个现象呢应该是存在的，因为它真实之故。其实什么真实之故啊？虽然现在我们这个观先世念面前，我们的眼根面前、耳根面前、鼻根面前，就是这些法都存在。但是我认为它是存在的话，那真的它是存在吗？那我们就可以一一的观察，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的颜色、性状方面，再去观察的时候，不要说中观的这个空性法门，就是念世间的一些娘子尼学也是可以完全就是觉着，就是这些法的根本都是不成立的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动的。如果动的这样的话呢，那生意谛当中呢虽然是不存在，但是呢就是世俗谛当中可以显现的。而生意谛当中不存在呢，就是只能代表生意谛当中，不能代表世俗谛当中。而世俗谛当中的存
存在呢，只能代表宿地当中，不能代表呢就是世俗僧义地当中。所以呢，别人给我们这样的这个辩论的时候，我们学过移民的人呢，有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变。啊，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是不成；有时候呢，就是说是相违；有时候呢，我们承认为是程序啊。就本来我们要回答的时候，只有这个四个这个途径呢，就是除了这一个呢，诸位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没办法的。学过英明的人，大家都应该清楚的啊。就是我们要么说是啊，就是程序，就是别人说是啊，就是三宝是在僧义地当中不存在，世俗地当中也不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为是相违，就是僧义地当中不存在，世俗地当中不存在，也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不变，就是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跟他进行回答。就是因此呢，他这里也讲呢，就是依靠这个。一切那个相的这种这个僧义这个智慧啊，就是来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这些所缘呢，就是都是空性的，以佛的智慧面前就是全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世俗的当中呢，就是无气的也是这个存在的啊，就是三宝的加持也是存在的，二谛也是存在的。然后这些这个心相呢，所缘这个虽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呢，就是他依靠一种这个缘起世俗的当中呢，也有这个证悟的，就是所以呢，这些就是这个是六。种啊，就是依靠一切之相的话，那就是那么可以称序呢，就是有这个十六种，就是前面的。那么这十六种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只要就是通达这个二谛，就是无为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迎刃而解，就是它就不会成了一种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要就是通达这个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就上面所讲到的，就是空性的这个法门呢，就是空性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个丁家性呢，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界限呢，就是从卵尾到这个实地魔位，就是这些呢，我就这里不讲啊，就是然后下一个呢，我们会降到什么呢？就是降到，就这个相关专论当中的第六品已经讲完了，然后第七品呢，那么第七品呢，就是，第六品是吧？下面是，对，下面是看这是多少页啊，是这样。你看，所以我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比较不是新的版本，不是旧的版本，他经常欺骗别人。对，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第六品了，第五品已经讲完了。刚才可能前面也说着了，那么第七品呢，第六品，第六品是讲那个见次加行啊，就是然后第七品呢就是讲这个刹那加行，那么现在讲的这个见次加行呢，就是他就讲这个后道的时候广大的六度的见次加行和入定的时候就是讲这个。无识心智的这个加行啊，就分两个方面。首先，还有这个摄意，首先是讲这个后道的时候的这个坚持加行，他就有一个真实和还有这个辅助他的六岁念。首先这个颂词当中只有一个颂词吧，只有一个句子。就是其实有时候一品是一个偈颂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论点啊，就像是仙官庄论啊，那我们就是像，所以很多道友背仙官庄论的时候呢，很高兴，就是这一个偈颂背完了以后，就是一品就背完了，就自己认为很有成功感。像四百轮的话，那就是就每一品都是有那个二十五个颂词是吧？然后那个，四百对吧？下面就是讲到那个不识之般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定家心和什么真灯家心呢，就是它是这个因果关系，就是你们最好是看看那个华智仁波切的那个这个仙观庄论的这个修行次第啊，就是因为这里面就是讲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讲的比较不错，就然后就是他们两个是一种这个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前面就是在真灯家心当中，他通过这个修行啊，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修行啊，修行家心呢，就是最后到了顶点的时候呢，就
是叫这个定价性，就是。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这样的这种价性呢，就是怎么样修持呢？实际上是彻底的修，就是坚持修行。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说是这个真等价性当中，就是173相。那173相怎么到达这个最低点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是定价性。但是这样的这种修行呢，依靠什么样的方法来修行呢？其实本来是有两种，就是一个是顿悟和一个是见悟，就是。但是在这里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见悟，就是就彻底而修得。啊，就是闲光庄人的观点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学密法的人呢，我昨天就是讲那个心性休息的时候也讲了吧，就是应用这个阿底峡尊者和中东巴的次第修行是应该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是直接就是像这个现成的，就是最高的这个境界，就是拉来就是自己就是认为是啊，别人说是你是开悟者，就是这种。称呼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也是很成功的，就是哦，你现在听了一堂课，就是马上开悟了，就是哦，观了一个定，就是马上已经这个成为金刚上师的话，那就是那这也是一种这个成功，就是从此局上看呢，但实际上，修行都是一种这个长期的这种这个锻炼呢，就是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应该是按照闲光庄论的话呢，就是到达定价性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次第价性来修持，依靠次第价性来修持，最后呢就是刹那就是价性就出现，也就是说通过长期的一种磨练呢，真正是这种这个修行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那刹那间当中呢，就是先前所有的这些功德，其实我们现在的。包括念诵也好，文思也好，还有这个在听课的时候光这个做这个就什么这个大盘踞而坐的话呢，也是通过一种修行，次第的。你听第一节课的时候实在是做不惯，我看到就经常有一些居士的话呢，就是第一堂课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中间一个小时当中，就是称就是大概六七次的事，就是又叫圣主了，又叫收回去，又叫圣主。然后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是3次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第3次的时候，就只称1次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第4堂课的时候。那基本上的就可以，就这也是一种这个修行的这种成果啊。就是我同样的，我们身体也是从外在的形象上的身体呢，就是可以慢慢这样这个修炼。那内在的这种内心呢，就是也可以这样，就是锻炼。所以在下面呢，就是讲那个这个次第价性啊，就是次第价性。那么这个次第价性的话呢，就是它是主要是从这个和德方面讲呢，就是它这里这个它这里分一个入定和出定吧，就是出定的话呢，就是和德就是讲这个六度，然后六度的辅助呢，就是前面讲这个六岁念。那么六度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从布施到这个智慧，本来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方便度啊、智方便度啊，就是让大力度啊，就是。等等这些，但其他的这种这个四个度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智慧波罗波罗蜜多当中，就是因此呢，就是它这个可以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些价性呢，就是用六度来摄测，就是意思是六度来这个摄测，也就是说这个三智当中的173相呢，就是用这个六度来这个摄测，六度来摄测以后怎么样修行呢？以不住和不信的这个方式来就是进行修持，而修持的这个方法和次第呢，就是也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就是去这样这个修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六波罗蜜多的这个次第的这个修行，就是这叫做是次第修行啊，就是这个真实的说法。然后下面呢，就是为了就是只让这样的这个六度的次第这个境界呢，就是慢慢这个呈现呢，就是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六岁念，就是随念遇佛等啊，就是随念遇佛等。那么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六度呢，就是不断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要长期的三个阿僧祇劫当中呢，要成就的话呢，要这个修。那修行呢最重要的啊，就我们下面会讲这个六种碎念，六种碎念的话呢，那这个我们修行当中，尤其是在戒慎临终当中呢，不可这个缺少的啊，就华智仁波切也再三讲，我们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亲朋好友也是帮不了你，然后所有的这个财产地位名利呢，就是也是帮不了你，唯一的什么呢，就是要这个随念三宝啊，就这就是临终窍诀当中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寄生当中的这些亲朋好友也好，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包括你的这个住房啊、轿车啊这些呢，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种这个需要呢？就是也是一种需要，但是更重要的。
乃至生生死死是对你有用的呢，就是这个佛报啊，就是这个要碎念，就是佛啊，我们时时刻刻的是，尤其是作为一个三宝弟子的话呢，那么致电就是接头道的这个道士呢，就是我们成为的这个佛报，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致电就是接头道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法报。我们就是经常呢要思维这个佛法啊，就是教义。如果我们天天的不思维这个佛法，就是就一直就是向着这个其他的事情的话呢，那恐怕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那么这样的这个佛报和这个法报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佛报和法报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真正能圆满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僧报而圆满的，就是依靠这个像那个文殊菩萨，就是然后这个观音菩萨，就是成就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成就的这些这个菩萨，就是叫做是随念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啊，就是然后呢还有这个随念这个戒律，就是戒律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身份，就是就因为来自生生世世呢，就是具有这个清净的这些戒律的话呢，就是才能这个解脱的有这个希望，就是所以说圆满这个身份的这个主要的根本呢，就是随念这个戒律。然后我们生生世世当中要圆满这个福德的话呢，需要就是做布施啊，就没有布施的话，寄生当中也是非常这个困难。就其实这个布施啊，上半身布施呢，就是也这个下半身就是有些依靠特殊的因缘，就是下半身也得到的。那么上辈子的这种布施呢，就是这辈子就是得到。我们为什么是有些人是特别付出，但是呢，所得的也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金刚道友当中的话呢，有些人呢，就是好像轻而易举的，就是也不用，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路，你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很多这个财富也自然而然得。得到的佛法也得到的，但这些都是以前做过财布施和法布施的果报。如果我们没有这辈子也是就自己特别临时啊，就是对佛法方面也不愿意传授，对财富方面也不愿意这个布施的话呢，那来自生生世世你圆满你的这个解脱的话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六岁念呢，还有这个本尊啊，就岁念本尊，岁念本尊的话呢，我们前面就是讲的是这个佛啊，还有这个菩萨啊，就是都讲了。那这里的这个本尊呢，就是实际上是疏忽这个拜法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天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格萨护法神啊，就是让怎么护法神啊，以及这个四大天王啊，就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出世间的这些像这个诸佛菩萨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六无随念当中已经这个就讲了。然而世间当中的就来自生生世世就是保护你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天尊啊，就是这些天尊，就是这些呢，就是也是我们经常要顺念啊，就因为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完成的这些事业的话呢，依靠一种我们如眼看不到的，依靠一些天尊的这种力量来这个承办的啊，就实践当中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护持这个佛法的一些拜法这个天尊啊，就是这些呢，我们要经常这个顺念他们呢啊，所以我们这个经常这个顺念的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我们虽念这个父母啊，虽念这个世间的一些其他人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我们相续当中有一些贪念呢，就有一些习气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会像这个，也会像那个，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习气。但是真正是来自对我们生生世世有利的话呢，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对三宝呢，就我们经常也念这个虽念三宝经啊等等的。然后同时呢，就我们也这个尽量的这个修持这个戒律啊。就是乃至四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修持一种清净戒律啊，就像我们学院就是道场当中的话呢，就是这几年以来就是很多法师啊，就是也非常这个重视这个戒律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直接短暂的人生离开的时候，其实真正就是获得一个人生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前面的根本因缘呢，也需要一个成正这个清净的这种毕业解脱戒，所以诸如此类的这些的这种这个功德呢，我们应该就是非常要值得这个去关心，就是经常要会去修啊，就是去修，就是这叫做是六种这个碎念呢，就是六种碎念。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是这个发心发无心自性，就是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次第加心呢，就是有十三种法，就是前面六随念和六度，然后再加上是就是入定的时候呢，就是无识性智啊，就是无识性智加心次第加心啊，就是次第见次加心。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依靠这个一种这个无缘的这个等次啊，就是依靠无缘的等次的话呢，其实有一种三解脱门来这个进行这个摄持，然后呢，就是一切即到国的万法呢，就是在生意当中是了不可得。我们前面讲的是这个无缘啊，就是不无始。无始就是这样，在入定当中呢，这些法都是了不可得的啊，就是了不可得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本体当中呢，就是也是以这个无住和无性的方式来心持而这个圆满自量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始心之加今见此加性，就是这个是我们前面随念三宝随念这个六种随念也好，六种这个什么啊，就是波罗蜜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主要是从这个初定和这个分辨方面讲的。那么这里呢，就是如定和这个智慧方面就是讲的。那最后呢，就是以无缘的方式来摄持，也就是积累资粮、积累智慧资粮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也是一种修持。虽然它是一种这个无缘的智慧，就是它没有这个次第性的修持，但是在它的获得呢，就是可以也用这个属于一种这个持续性的这种这个修行吧，就是它的这种这个整个。过程呢也可以有这样完成，就是因此呢他也可以就是坚持这个阶段的一种这个实修吧，就是所以呢也这样称呼的。实际上是它是一种无缘空性的话呢，也没办法用这个次第来这个说明吧，就是次第。但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它也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名称啊。关于在这个方面呢，你们最好方便的时候看看那个门口仁波切的讲义啊，就是我记得是他的这个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应该是可能在那个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广啊，就我就今天讲的不是特别广，就是这样的太广了的话呢，因为我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就是听那个颂词啊，就是就可能没有必要就是特别多的这个道理来讲。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就是认为是这个叫这个坚持加性呢，就是坚持加性，因为他就是从那个生界性一直到最后这个刹那加性自见的话，那就是可以这个完成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呢就是可以叫做这个坚持加性啊，就是坚持加性。那么这一篇呢，就是相关专论当中应该第六篇就已经这个讲完了啊，就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就是讲的这个一堂课就是讲一篇，就还是有一点成功感，就像你们背诵一样的。好，今天讲到这里吧。T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tulen drola drola sya Umaan bandarang gara Badna atsadar da Umaan bandarang gara Badna atsadar Umaan bandarang gara Badna atsadar da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 Om Rabbazanati.